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阿巴科群岛坐落于巴哈马北部，紧邻佛罗里达州。本期分享的这座名为 Powell Cay 的私人岛屿就位于该地区。Powell Cay 位于 Spanish Cay 和 Manjack Cay 之间，地处阿巴科大陆库珀斯镇东北方向，距离库珀斯镇阿巴科岛最北的定居点约三英里。这座岛屿呈不规则状，其地理位置使其能够有效抵御来自北方或东方的风。岛屿北侧面积达126英亩，直面大西洋，背风一面则面向阿巴科海，得到相对保护，是帆船经常停泊的理想之地。岛上的海滩分布广泛，典型的大西洋海滩沿海岸线散布着成荫的树木和灌木，拥有超过16000英尺的白色细软沙滩，呈现出多样的蓝色和绿松石色调，呈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海洋景色。该岛的海拔高达42英尺，拥有壮丽的岩石悬崖，可以进入珊瑚礁潜水场，欣赏到阿巴科海和大西洋的广阔景色。在 Powell Cay 和 High Cay 之间的水域浅滩，不适合停泊，但却是小艇探索的绝佳区域。岛上还设有几条特色徒步路线，可以满足冒险者的探险需求。Powell Cay 距离附近的 Spanish Cay 仅有短暂的船程，约三英里。那里设有一座先进的81泊位码头，能够轻松容纳250英尺的游艇，且在退潮时吃水仅为9英尺。此外，西班牙岛还拥有一条长达5000英尺的私人飞机跑道，方便喷气式飞机的起降。这些都为 Powell Cay 的开发与生活提供了便利。Powell Cay 的总占地面积约为294英亩，其中南部的168英亩岛屿归王室所有，并已预留为拟议的自然保护区，使该岛成为精品度假村或私人度假庄园的理想之地。岛屿北部的126英亩土地曾被规划为私人度假物业，包括酒店、住宅别墅、水疗中心、儿童乐园和两家餐厅。Powell Cay 是一座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其中126英亩可售土地的挂牌价不到800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